罗志祥出道多年，演艺事业横跨戏剧、音乐、主持，吸引大批粉丝的喜爱。而一向相当幽默搞怪的他，也经常在社交网站分享搞笑影片。他16日在社交网站上晒出影片，只见他竟然变身成经典卡通人物现代超人，深还原实力搞笑。罗志祥继先前模仿《延禧攻略》的耳情一角后，罗志祥这次又扩展版图，从戏剧圈跨足了动漫界，扮成卡通人物现代超人，在脸书上发文：“拯救世界就交给我吧”，并晒出自己的搞怪视频。只见画面中，他身穿现代超人的服装和帽子，比着英雄的手势，从泳池里飞跃而出，更在最后的 ending pose 摆出现代超人的招牌动作，将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做出发射光波的姿势。这段无厘头的逗趣影片更是笑翻了一大票网友，也纷纷留言：“我一直重播看了好几次，好可爱，哈哈，太好笑了，每次都有令人想不到的惊喜。”